哎，时间到啦，你们可以准备下班啦。收拾收拾东西啊，欢呼一下吧。下午2点一到办公室，全体同仁迅速收拾行李，准备提前回家欢度国庆连假。但想提前下班，还是得付出一点点代价。谢谢。1000元不嫌多，10元不嫌少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奉献爱心。科技业者为了帮家福基金会募款，特别选在国庆连假前夕，以捐款换提前下班的政策，只要捐出爱心善款，就能获得4个小时的假期。过节嘛，所以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小确幸。当然，他们都非常的意外，也。他们只也觉得蛮突兀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做一个发想善心的一些小事情，我们也愿意能够让同仁们共享盛举。一开始还我有没有看错，这样子只要捐20块，然后就可以提早4个小时下班。对对，可是后来就是真的是这个事情，生怕员工忘了公司推出的这项小确幸政策，老板不仅发出公告，各部门主管还带头示范，就是希望所有员工都能响应，共同善尽企业回馈社会的责任，也让受赠的家福基金会获得实质捐款，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家庭。记者郭正明采访报道。